林俊杰将发行新专辑，请来歌迷抢先听，他诚意十足，现场弹奏钢琴。如果不是我，新专辑中要来唱功惊人的邓紫棋 ，JJ 怕不怕风采被抢走呢？其实这首歌写的蛮简单，是旋律蛮简单，所以其实也没办法让它飙多高了。哦，我特别喜欢刚刚 JJ 说的一句话，他说有竞争才有进步。虽然我们这四个 J 哈 ，JJ、Jackie、J 都很厉害，都是 J 啊，我也是 J 啊，娇娇，哎娇。很多个、这么多 J， 但是呢，他的能量就很正向。年底有三位歌王发片 ，JJ 强碰周杰伦和张学友，不过他好像不介意，还自己开起玩笑帮周董打歌了。你猜啊？新地球错。等一下，我是搞错曲目了吗？那首不是你的吗？我只是其实特大号四个字，其实是用余生去爱了，四个字啦，爱的鼓励。对呀，JJ 的粉丝服务想来没话说，现在歌迷们好像又要有新福利喽。好，那个日本那个吗？对对对，我有看到那个报道。我没有经验，但我还蛮想的。对，最有可能应该是先跟粉丝做这样动作，对不对？我觉得那个感觉还不错。Yes，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